那我下早去就看到啊，是伊啊，无叫你酒托，伊讲啊，无你酒托是毋是你有共啊？我甲你讲，啊，我是要酒托，我是要酒托，我是要来酒托。你下早去无你什么酒？是吗？啊，你待会你就派助理，你也明知道，你也明知道这里会给肯定是，肯定是。再去无人卖公车无？清华，你再去直接跑，我直接卡在看，反正我骑下坡，我来遐骑，嘛这个拄着你，我嘛无法度甲你处理。本来就是啊。那你没有来处理，我都在不在？你就是处理，你也死不承认。我你就可以处理啊。所以就是要身份证，啊，不然就要出证明。老公，好。你连赛不要就算了，杯赛不要。哎，他拿别人的身份证不是一样？那天就有人拿别人的身份证。牛哥哈，别人身份证。对啊。因为大会就没有人借我啊，没有任何能力给一个，今天是我借你吗？不是啊，可以啊，我是说不是你，你早上打，我早上打一队，下午打一队，我两队的身份证我都拿一样的，没有这样的啊。你的意思是只打一队啊？对，不一样，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边三条，先三条。而且对方的球队又宁愿会告他。三。以前好像比较常规啊，现在好像不是，我现在遇到很少，是规那种啊，管周围怕。你在！你功夫！
来比。看哥好球啊，看哥。看怎样？每个人的技术。好好好好。你刚才不是这样，不要妥协，不要妥协，不要妥协。你知道我们其实会输，其实输了，输好，其实啊，输好，输几啊？会输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最后一局5-4，我接了两个，输好多。他们打了一支安打，一支安打，第二支安打打在我这里右外野，你一垒又要把我跑三垒。会不会？汪奥斗，汪奥斗，汪奥斗而已，汪奥斗，汪奥斗而已哦，汪奥斗而已哦。那笑，不会，我变细苗，我不是大胖子，我变细苗。对，你搬到哪里？因为我一个咖啡时间打，我平手了呢，而且他们后攻都打，他没有打，被干掉死。打给他们。要不要搞一下？第一包先来。我打吧。哎，你把东西有点费油，那你可能不。我还辣了一下，那个安打我还辣了一下，我右外野哦，我还辣了一下，因为右外野灯光超亮，他比例小，我看到吗？点亮超亮。有你。最后一局了。这个第二个人一定要打在我这里。然后第三出去是被三分进加速都不能停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拜托！啊！
好吧。Yeah.
我先来看看你们。